现在大家都担心经过电镀处理的厨具含有毒成分，长期使用对身体有害。可是男人厨具让我放心使用，因为男人厨具选用天然材料，无毒无害，不含任何聚氟乙烯、全氟辛酸铵等含氟材料。男人厨具是最好的真正的绿色产品，让我为家人烹制出安全健康的美味食品。